嗨，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嗨，那我坐这儿吧。那你见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哦，两个已经见过了啊，以前哦啊，高望星和姚琛之前都是一起。琛哥呢？没见过。好久不见，连怀伟。你来这个节目不就很 OK 吗？完全运动细胞拉满了。你问他，他跑得飞快。嗯，其他的就一无是处。对，早啊。哎 ，Hello， 陈哥。Hello，Hello，Hello。陈哥你好，你好，叫我小林就好了。嗯，小林。哎呀，哎呦，有帅了，好久没见。我以为我们会在现场见到你呢。又帅了啊，又帅了，造型穿真好看啊。鱼的呀。可以。哎，那个谁呢？小梁。小梁呢？有事儿。哎，但你跟他比，你觉得你比他强在哪？我觉得没有哎。啊？谦虚，都谦虚，都上来都来这一套，跟小梁一样。小梁，哎呀，哥哥我不行，我这个，哎呦，我没，我这。谁会最有可能获胜？连怀伟吧，因为他腿真的很长。我真的运动垫底的。今天他们有那个卡片吗？没卡片。哎，导演，都省到这个地步了吗？都已经这一步怎么做了吗？今天属于一下车就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上次咱们就猜出来摔跤。新疆能说一下是什么项目吗？累倒是不一定有那么累，但是呢，猛呢是真的猛。我知道了，摔跤。真帅啊！就是帅。你想想吧，你跟谁摔？这里面你能摔得过谁？我吧，不好说。反正陈哥，大陈哥是最厉害的。我觉得陈哥应该能把人摔死。别忘了，摔跤其实是靠巧劲儿。那个巧劲儿使好了，大体重的在小体重面前也不一定有优势。嗯。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摔跤，我一想到抱摔，好害怕啊！人家不会抱着我。所以今天咱们还是自求多福吧，啊，小心点。到了，这是个体育训练基地。哇，走吧。我们走在了一个葡萄架下面，发现了，很有新疆的特点。哇，古典式摔跤，哈萨克少数民族很厉害的，60公斤。我跟你讲，那随便摔的跟孩儿一样的摔了。孩儿，哎呀，98年的，哇这个。哎，这跟我一年的，他比我还小啊！哇，这些看的真的，他们的脖子跟头一样粗。兄弟们，125公斤，那比我重两倍哦！你250斤，我的天哪！250斤站在你面前，怎么摔呀？妈呀，跟个一堵墙。对呀，他这个75跟72就分得那么清啊，79、90，咱们有任何疑问？都可以一步到训练馆跟我们的教练进行咨询。好好吧。哇，我看到了，我有点害怕了。哇，哇，用头在翻。哇，你看他们肌肉啊！我先走了啊。是，陈哥，你往哪走？陈哥，你留在这儿，我们也走了。完了，怎么办？我可能都做不了这个动作。交给你了。我也没做过这种，知道吧？今天谁能知道？我不说话了。来，现在过来聚合。欢迎大家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今天的冠军项目就是古典式摔跤，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教练，第13届全运会古典摔跤59公斤级冠军，2019年亚洲摔跤锦标赛63公斤级冠军托尔巴图老师。欢迎各位老师来我们新疆古典摔跤馆来体验我们的摔跤，热烈的欢迎。这样子摔跤有好多种类，有古典式摔跤，还有分自由式摔跤，然后这个民族式摔跤，
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摔跤特色，自由式摔跤可以抱腿，可以抱腿，可以半腿，然后古典式摔跤以上身为主，不能半腿，还有古典式就是分站立状态的技术，跪撑状态的技术，就分两步。哦，那咱们今天是学习什么摔法？今天我们要学习古典式摔跤，两位选手一开始就是握手，一上场就是握手，对。啊，还要贴脸吗？不用贴脸，拥抱一下这样子。因为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但是友谊拥抱一下这样子。我们是，友谊第二，比赛第三，季凌晨第一。我谢谢你，这种环境我不想逞英雄。下面我们要练一下技术动作吧，这个固定式的，先做个踹，过肩摔，过肩摔，哎对，再来一个萝卜国秀。哦，我出汗了，手都。哦，真不疼吗？其实，我们是这个点子比较软，软软软的，它有5公分那么厚的软。啊，这不软吗？先把各位老师换个衣服，然后我们亲自体验一下。OK。咱们在训练之前先喊响我们的口号好不好？硬核无输，冠军来战。来，各位兄弟们，现在我们下面就开始热身活动。好的啊，怎么剩下了5个人呢？一人一个教练，我们大家一起先做热身活动。我以为就是剩下5个人是让我们跟他对打，产生点什么交流。你想挑战一下？你不想这个？来来，就你。就你，黄衣服这个，过来。各位老师，下面跟大家一起围一下，对对对。啊，围起来。一起对对，啊，关节，然后啊，膝盖，这样，跑步，肩部活动啊，这样啊，对。他们怎么弄的来着？我们先做一下颈部的活动，把劲好好拉一拉，头着地以后，脖子往前推，往后挥。这个吧，来，各位兄弟们开始一起做，这不会断吗？不会，不会的。哎呦，不敢啊！对，往后回，对，再往前，再下来，哎，对，哎，哎，两腿再往前一点，啊，对对对，往前走，再往后，感觉我的世界颠倒了。我们下一个动作是绕头跑，两个胳膊不要动啊，往这边转，对，转转，跨跨过去，再转，对。这个是个人技的程度了。我觉得小莲，你先给我们做个示范吧。对，舞蹈的同志，我真不行。小莲，你别忘了你踢的是谁的位置，你踢的可是我们小梁的武术 C 位中间穴。我试试啊，可不可怕？不可怕。直接走吗？走两步，转，跨跨过去，哎，还可以，哎，可以。哎呀，厉害！我的腰。来，李老师你也踢一下。李老师，我来试一下啊。哎，你看我们有自告奋勇有自告奋勇了。慢点，慢点，对对。怎么？然后呢？哎，跨过去。对，再往前走，走，继续走。对。我以为自己来了段 breaking。必不会，我真的。哎，我想问一下，就一开始学摔跤都要学这些动作是吧？对，必须要学，因为这些都是基础，你要把这些学会以后，你才别人摔你的时候你会保护自己。哦，有没有那种比较有成就感的动作呢？简单一点的。现在我们做个后桥，这个应该都可以做的。这个好像
这个应该没啥难的吧？这个应该还好，这个对于在下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是蛮难的。OK。不行。哇，你好厉害啊！不愧是习武之人哈、啊。我习的是这个舞，不是这个舞。起，再回，再起，再回，再起。来了。再来。哎，快快快平地了，第一次着地了。厉害。下面我们国土翻，摆动一下，然后直接跳。呵，呵，这你肯定可以，这你肯定可以。教练，我们这个摇身可以。教练，你练他，他厉害。这你肯定可以了。肚子挺起来，嗯，一、二。不行不行，自己来不行。我觉得你再试一下，至少咱们兄弟团有一个人可以做出这个动作来。我必须得来一个，必须一个吧，好吧。必须来一个，来。必须一个。收紧，然后。Base ID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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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是这样的，你起来以后，这个地方没收紧，你给我示范一个。一，哎，没，这个腿再往后收，再往后，对对，近一点，对，近一点，对，啊，一，二，没，不是真的，腿长的，主要咱们太硬核了，太硬了，好像腰真的不太行，是不是？太硬了，我们可能，我们再做一个前手翻，他这个好丝滑呀。很厉害哎，怎么做来着？是先下来这样，你这样容易受伤。你这样一个技过去了以后，我不行。技知道，但是可以教你。指导的身体素质只能在这儿。是这意思，哥，是这意思。再来一次。等会儿，老师，我看到星星了。还有一个，下面把这两个腿分开，这个是比较花式的啊。这个两个手是这样撑起来，撑起来。要撑起来是吧？哎呦，我脚打不开，我柔韧太差了。要撑，要撑，要撑，哎呦，然后再往后吗？你得要撑，哥要撑，撑不起来了。哎，可以，再往后面，后面也是打开。哎，哎，对，再起，哎，对，好厉害啊！厉害厉害。也就这么一趴了。侧手翻，你来一个侧手翻，他肯定会。哇哇，好厉害啊！侧滚翻，你肯定会，是这样吗？原地空翻做一个。不是什么，梁诗玉不在，动不动就。我们得是，我们得齐一点，来，一二三，来吧。我扶我一下吧。真的假的啊？来来来来来，观影区观影区，买票买票。不来了吧？不来了吧？不来了吧？这里是大的试一下。他们能使劲扶你的，没事的。我们在保护你，你我没有，前面给大家卖卖关子。最后来一个精彩展现，哎，不来了吧？这一集全是你了，已经。啊，不是，
梁思玉，梁思玉。你尽管翻你的就行了，不要看我们。哎，可以。哇，成功了。不是，这心理压力太大了，真的。小梁这一期不来真的啊，小梁来应该是他的主场，呱呱，小梁的替身在啊，小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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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不是，教练，来来，我们来保护你，没事，手手伸直，哎，对对，走，哇哇，来来来来，试试一下，先往后仰，一直往后仰，对，哎，好腰，哎，还蛮爽的，你不觉得这种感觉？往后倒，对对，往后倒，往后倒，对，啊，很爽。哎呦，只有一个人没上了。技师的不是，我这个算了，这个，不是这个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只有一个人没上，是谁没上啊？啊，谁一直没做？纪凌尘第一啊。对呀、啊。我来一下啊。是不是挺爽的那种全新的体验，很像那个泰式的做按摩的那种，就把你拉开。第一次有了一种乾坤大挪移的感觉。现在和两个人互相踩背，因为平时我们练完肌肉特别累嘛，累的时候是放松的。什么是踩背？这是冲浪，都上啊？哥，你有点壮了吧？你他太壮了呀！姚晨很厉害的，你们两个一起上吧。教练，起码得60公斤级吧？你哦，这教练应该轻点。啊，都下啊！好痛啊！好痛啊！啊！教练太有劲了！教练多少公斤级啊？我碎了。教练，我才被踩够了，其实。但其实很舒服，我觉得蛮舒服的。还是很舒服，还是很舒服的，马上就全身感觉放松了一下。舒服舒服，感谢感谢。我醒来了，谢谢。我们是日式活动猜拳，这是结束。现在我们在摔我们这个正式训练。正式训练。你看老师的耳朵，哦，摔跤耳，硬的啊，硬的，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摸一下，可以。哇，真的是硬的，我看看，我看看。哇，所以没有一些什么保护的？有，也有，就是平时就是这个日式活动之前把这个耳朵搓的热一点，就是活动开一点，然后就是带个护具。有护具吧？有护具，护具点。毕竟我们练这么长时间，当时他这个软骨搓坏以后，当时淤血了嘛，把那个血抽出来以后，我们再一个加上以后反复的坏了以后，它就形成阴影了。后面就没知觉了，感觉。OK， 这就算是这项运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印记吧。啊，对，在大街上看见这样耳朵的人，就是老师承让。对，来吧，训练吧。因为我们这是古典式摔跤，然后以上身为主，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练站立的技术动作。先上去两个人握个手，要拥抱一下也可以的。开始的时候就互相抓住了，对。抓胳膊，贴着身去摔，然后绕背，把它拉下，这叫两分。两分。一分是啥呀？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摔，推出这个边界以后是摔一分。我一分吧。这不用学。你一分，你要不学个握手跟拥抱得了。有0.5分吧，教练。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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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
可以再慢一点，可以再慢。分解动作。OK，OK，OK， 这叫强人所难。这叫借对方的力。要不你跟教练先比划比划，你先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拥抱，拥抱，拥抱啊！好，这是第一个站位，开始。哎，挨稳，挨稳。就下去了，不是，我这个用不来这个力，你知道吗？这么大劲儿吗？你试试。我的妈呀，这么拉满！放飞了，我都不敢不能把手发力发出来。谁觉得学会了？展示一下两分动作，试一下，来吧。来，你走我，我弄你啊，教练。来，走我。我教练。一起。是这样吗？对，往下压下去。OK。插到后面，对，这个就有两分了。OK。如果压不住呢，把你顶起来怎么办呢？他肯定会把你顶起来的。你来。我不行，我这胳膊不行。拉他。来了。好。走，要抱住，现在抱住。不，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人家就是这样子。不是，这难上加难。不是，人家是不是这样子？要抱住我，是这样的。这个场面是挺好玩的。下面教个四分动作。好。郭建帅，胳膊收回来，转，再往上发力。走。我摔一个人。哇，哎，对吧？侧过来，哦，侧过来你才可以摔过去。哦，转，哎，对，现在可以了，对，走，哎，可以。给你换一个身高跟你差不多的，要不要？就这么的啊。对，现在转体。刚刚那个只是试了一下。再低一点。你不是说到新疆要发挥一下吗？呀，发挥一下。来。哎，教练，他自己飞过去。哈哈，这个前抱，前抱，抱住他，抱起来也行。往前喝就行。好，这个。哇！但这个摔下就是手不能碰腿，你手不能必须得往上。哎，走，哎，可以啊。那我们现在互相切磋一下。来，你们俩握个手。哎，准备。开始了啊！打手。两分了。高老师，你扳倒了师傅，很厉害。来，不要记住的，让他的，来了啊。把前面几期的仇现在一并报了。上去直接报他。抓住他的胳膊。抓住他的胳膊。走，往下压。走。往下压下去。往下压，压下去，还没分呢，还没去，继续。哎，两分，这也是两分。我来跟他玩一玩，你先休息。
记着。对对对，教练。抱住他。对，哦哦哦，起来，提起来，起来，提起来，提提起来。起来，太高了！哎，我赢了！怎么点？我好胀，好胀的！对对对对，现在我赢了！很有劲！哇，好气，很有劲！我出圈，我出圈！有没有第二个动作可以让我们就是那种打高个子的？啊，也可以啊。可以绕绕绕背这样两分的动作，那我打小个子怎么打啊？你可以拉脖子，也可以往下拉。哦，可以拉脖子吗？你可以试试，抱住以后就你就往后发力，往后倒。对对对对对，哎。要我配合你一下吗？往后倒，往后倒。对，哎对。哦。你们完了，可以。哎呦，我配合一下你，你这士气涨了是吧？接下来我们就是学那个搂抱过胸，互相搂住以后是互相拉，这是四分动作，要是幅度大的话也可以得五分动作。刚开始练的时候也是用假人去摔，就在腋下往上走，这个往上跑都是往下，这个要压着这个胳膊，然后上步，贴紧啊，现在发力，往后发力，对。哎，走出来，往后倒，往后倒，哎，先往后仰，先，哎哎，你跟一起假人一起摔，一起摔，你把它掏出去，你看啊，你看上步以后关住，这个，等哈，上步，上步以后，是吧？反了吗？上，没反，很少这样子的。来站过嘴行，往自己身上收，好倒，哎可以，哎不要手不要松，你怎么抱的摔下去是一样的，压好哎老师还可以，对现在上步，对踢胯，哎可以，发力，哎哎，可以，这个可以。懵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也知道了。哎，可以。对了吧？我感觉把自己给摔了，把自己震伤了。开始了，对，就这样。这个手是这样的。对，那我也可以这样。对，这样子抱也行。对，这样子往后倒，走。哎，可以。站立摔的时候，两个人零比零的状态当中，必须要判一方消极，消极以后就这个跪松状态进攻，然后把它滚过去，我才能得分，我才能赢。第一个是两个手放在他肩膀上。肩膀上以后吹哨子以后就开始，然后就开始抱他，抱住以后就我就可以往这边可以滚，往这边可以滚，这个就两分动作，然后就是提起来踢滚，踢滚，然后这提起来以后就往下踢滚，这要幅度大的话这是四分动作。哎，喂，对，然后呢？这样，对，收紧，转，挺快，对。你看，我跟你说，你看我们一边，你看我一转，啊啊！你咋了？哎，这个就一滚，收紧，把自己身上收紧。你看我这包住以后，你收紧。教练，我都没用力。你还没用力，你对，再踢一下他，关他以为我们在鬼叫，你不能白让他收，逮到你了，这个就过去了，我就不叫。
我救不救？我们是超人。收紧了，他疼了，他才能够翻过去。哦，原来是他就是为了让他疼，其实。抱住，抱住，往自己身上是不是很痛？什么？哇，感觉都人工呼吸了，是吧？你这是骨头，憋住了，憋住了。骨头特别疼，这胳膊这样，我知道，别叫，胳膊动胳膊。成哥就别叫，能做。哇，是不是很疼？不不不不不不不。就已经疼到没有抵抗力的那种。你防守，你进攻，憋着没？把这操上来。走，一直拽，动，动。现在是真比吗？真比，下面在防守，上面在进攻。看来他进攻不了，他一直在防守，一直在爬是吧？对，一直在爬，不让他暴走。你上来体验一下，你进攻他，能不能把胳膊抱住？开始。不，真的假的？已经天天在垫上，他抱住。你也可以上去玩点，你试一下。你试试。这么实，你怎么来都可以。跑操了，跑操了，不要动，不要动，原地趴着。我试一下。哎，我手都插不进去。真的假的？哎，真的，真的放不进去。来试试。哎，有啊，有，有，有，我操，可以，有提的。我靠！哇，我今天太惊呼了。让他自己的脖子地上磨手都，他压着你，控制你，他压着，一直压着你，不让你起来。你抱着他，他那个瞬间接你，把那个力量给卸掉了，完全贴死在地面。而且你只要一拉紧，他一蹭，哎呦，就出来了，你手就出来了。他怎么就进不去呢？他全身力在一直在这一块，你教他们这个怎么搞？这一般人搞不了，一攀附得时间长一点。老纪，你趴一下，可以让他来进攻。来进攻，你看到。这可以进来吗？不，收手。你越紧张越进的进手越快，你放松，整个身体就放松。对，他的手到这儿了，我就在这儿，比如你，他胳膊说到这儿了，一直到这儿。完事了，完事了。哎，啊！可以说不能等一下，不能拉我，不能拉我，对，拉不了，我没辙了。还告诉教练，不能拉这个地方。要怎么拉呢？哎，咋的？是把胯往前顶。对，这起来，这个胳膊往前扒一下，对，哦、这一块用力。哦，好，哎，坐。哎呀，学会了！哇，这真的是焊在地上一样。嗯，对，焊在地上。学会一个技能。对。那我们就今天的就是技术和这个跪姿站立跪姿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下面要练力量，这是要练胳膊的力量。窝里和胳膊这一块的耐力，它在腰上，然后。收紧，我再往后拉，这一次拉完50次拉，然后再换。我们一般可以做2000次。2000次。你们先开始吧。哇！回来回来。收住。抬头。嗯，对。怎么这么难啊？走。你的表情包出来了。第二个肩部还行，上面人要抱住下面的人，往前走。对，上面人可以晃，给他一点压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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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低级粉丝啊！哎，滚！我打去！哇！下面我们要练第三个啊，反抱，把人弄起来，跑到那个头，我们再绕回来。滚！对对，哎，可以。哇！你看姚晨多轻松啊！金爸爸，你真假？哇，高晨很有力气。给导演，给导演，给导演。最后一下就是爬山，我先来看一下。哇！天哪！下来一次这样，兄弟。别说下了，上都上不了。你觉得我们先站着试试？站着。哎呦！走走走。怎么搞那个来着？对，要往上。哎，可以。哇！可以。哎，哇！哎，我怎么可能啊？我以前继续啊，继续。继续。上。继续。上。放下来，拜拜。哎。好厉害。你这是全是靠握力，是是的，对对对，这样就行。坐坐坐，哇，谢谢，哇，哇，哎，哇，可以可以可以。你试一下坐着。哎。太牛了！对，这个一般一天需要做几次？一般两个来回就算一趟。平常要上午不练的话，我们也可以跳100次，往100次滑。一定要练这个握力，我们摔跤必须要有握力。我们抓人也好，这个狗跳抱人也好，都是要靠这个握力的。哦，好，那大家今天训练辛苦了，教练。我们今天经历的这一套训练是平时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训练量？一小部分吧，我们一天练个8个小时左右。嗯，都不吱声了，又不吱声了，一练一个不吱声。冠军，请闭麦。我们现在摔跤的水平在国际上，应该还是比较靠前的吧？近几年在打击奥运会，要是在世锦赛也在前三名的水平。然后女子还进了打进了12个级别，12个人。今年奥运会的话，古典式摔跤拿了3个奥运会入场券，在这个60的、87，还有一个是130的。130是公斤？公斤，对。那摔一下，那基本上都得摔懵了吧？如果撞一下都得晕了吧？估计。体型大吧，但是特别明显的都做出来，轰一下声音特别大的。哦。今天大家练习了一下摔跤，跟之前的认知有什么不一样吗？对于摔跤，就是要用到的东西，主要还是核心下盘，还有最重要的是握力，还有一些摔拿的时候，有些其实有点舍身摔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的身体要扔出去，你才能够摔。就是如果想练好这个，一定要有不害怕受伤的精神。嗯，力量只是基本，但如果要把它练得很好的话，一定是一遍一遍的那个技巧。对，这得每天的。我已经练了，已经18年了。为什么练摔跤呢？你教练？从小就喜欢摔跤、骑马，然后就参加赛马呀这些的。啊，喜欢猛一点、硬核一点的。对，硬核一点的。我父亲也是练摔跤的，所以我跟着我父亲这样的摔摔，后面就喜欢摔跤，在那练，最后就练出来了。今天还是学到很多东西，感觉上自己又更自信了一点。为啥呀？就觉得你别找我啊，找我摔你。下次跟人撕名牌直接拿过来趴下。
下次司令牌就哇，对呀、啊，是吧？那我们接下来要转场进入硬核挑战的环节了。硬核无数冠军来战，耶！哇，这是什么硬核挑战啊？哎呦我，啊，这是什么阵容？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疆一四一三文化体育产业园，现在开启乌苏硬核挑战时刻，腰带摔跤之保护菜鸟。保护菜鸟，保护咱菜鸟，我们是纯菜，就是保护我们。对，跟我们的专业的摔跤队员比起来，咱们的冠军兄弟就是今天的菜鸟。所以本次硬核挑战项目将国际式摔跤和民族式摔跤项目进行了结合，首次以兄弟团分组对战的方式进行。哦，我们要拆开。对，两组兄弟团将各与20名摔跤队员进行组队，每人身上绑一根泡沫腰带。挑战过程中，两队可通过任意方式将对方身上的腰带扯断，腰带被扯断的人则淘汰下场。只要将对方队伍中的冠军兄弟全部淘汰，则本方获胜。哦，明白，明白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腰带。胜方将获得乌苏勇士称号和乌苏畅饮时刻的加餐奖励。但是呢，我们目前有5位冠军兄弟，所以我们通过黑白配的方式进行分组。也就是说，3人组的队伍在挑战中会相对的占有优势。哦，那咱们都很厉害啊。对，是吧？这选哪个？我根本这么做。好，那现在我们冠军兄弟先进行分组。来，黑白，来，家人们，来嘛，家人们，就是要被拆散了吗？黑白配，没事，我弄他。你俩万一，没准你俩在一队，不可能。来吧，来，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啊我一个人没，一个人一对，啊好吧，那我们4个，好，重来，黑白配，哎，就他俩，我们就高低不想分开，你知道吧？再最后来一次吧，来，重来，黑白配，太好了。那我们两边谁先挑选自己的队友？我先挑。我们采用一个方式，好不好？好。手上有这个泡沫的棒，我们用绝对力量的方式，哪一边的绝对力量大，哪边先挑，把它崩断就行。什么崩断？崩断。对，因为待会儿你们要崩断的腰带就是这个。这怎么能弄断？我试一下。对，谁先扯断？能扯断吗？谁就算胜。不，我们直接就这样，3、2、1扯就行。这样。哦。你不能参加。毫不参加。哈哈。来。啥意思啊？来吧，3、2、1。哇！说了没事儿，咱们靠的不是这个，我试试，这可以扯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腰带的强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比较久。你看我都可以，钢棒心。不行、啊，真的吗？你在演我？你在演吧？我都拉满了。不是，好，你没演我呀？但你那红色不好扯，算了，得往外。哎，就有点难挑啊。哦，我刚刚看到他的照片了。那边也有上照片，那边也有照片，两边都有，两边都有。我们这站着在那边了，我们就这边吧。好，陈哥，你们选择了红队。Yes。好，一路长虹。在我们比赛之前，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好，硬核无数冠军来战，耶！OK， 我们制定一下战术，我们不要一起上。OK，
我们战术逐个击破，逐个击破。先把大黑牛干掉。大黑牛，大黑牛在哪？哦，得。他们肯定要，他们肯定要保护陈哥他们。嗯。他们我觉得肯定会发起进攻，会发起，对吧？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以守为攻比较好？因为我们一旦进攻，人就有可能会被冲散，对吧？保护菜鸟，保护菜鸟，我们菜鸟，我们很重要，对吧？我们不要着急，我们不要着急，不要一起上，一起上很容易莫名其妙的可能被队友抓掉。对，我们俩跑，我们俩得跑，你们要保护我们，我们是菜鸟。来，加个油，加个油，加油！来来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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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到自己两边，跑，快跑！双方准备，准备，开始。防守，别着急。你过来啊！他们人呢？给来！上去，小心！下来！呜呜呜呜！啊！太绝了，好吓人呐！上！利尔！呜！找一找战术，别着急，别被他们冲散，打打配合。压伤！防守反击，别着急！防守进攻！一定要有配合，小心啊！防守反击，可以适当打开一个门，放进一个人来，放进一个可以。哦耶！哦，什么？你那吓人啊！哦，小心！他队友来了！可以！我们得诱惑、勾引一下。对，过来啊！过！哎，弄他！呀！啊！家人们，来保护我！呀！来呀！没事，我跑得快，但我的腰带比羊肉串还大。这边。这鸭太过来了，不能再压了。好啊，下。下。
没人了，没有人啦，走。稳住稳住，别着急别着急，防守反击，别着急别着急，先把那个干了，来，先把他们干了，哎哎，弄什么弄什么弄什么，哎，下下下啊，完了，哎，现在有点势均力敌了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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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五！五！保持体力，保持体力。Come on, come on, 大爷，好，干他，上上上，干他，上上上。喂，我是段子。暂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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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混了上去。哇，我 OK， 我有点累啊。我拔了一个。别别别，哎，不着急。没事，他不敢过来。别急别急，哎，不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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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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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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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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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小心小心，走走
切了个木兰克鲁斯的，帅，那咱不成小鸡了吗？现在。来，准备，3-2，准备，开始了。哎，金立成，我知道，哪边？他呀，先搞定他呀。就是他吗？来，冲！别往后面给他们，别往后面给他们。上啥？他俩。有没有？上上啥？他俩。躲起来，对，我忘了规则了。规则是我 out， 全队 out， 我应该让他上。哦，对，要你 out。忘了规则了，大意了吧？大意了，大意了，大意，大意了，大意了，大意了。这次比赛是蓝方获胜。恭喜蓝队挑战成功，获得乌苏啤酒冠军奖牌以及加餐奖励。有请我们的冠军教练给蓝队颁奖。来吧，来，这是蓝队大黑牛，大黑牛，来，恭喜你啊，好的。来，对战爽不爽？爽，爽，爽。今天很开心，我觉得最后这个互撕腰带这个环节啊，让我找到了跑男初期撕名牌的那种一下回到那种冲动，一下回到让我回到十年前。对，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来，3-2-1，硬核无私，冠军来战！哇，我们今天这个是开新闻发布会是吧？是吧？来，冠军兄弟团，我来接受一下媒体的采访。啊，我们今天输的吧，有点草率了，因为今天嘛没有读懂规则。
啊，当然作为咱们红队呢，赢的也是我们是蓝队，我们是蓝队啊，对不起。然后呢，蓝队今天赢的呢也是非常的优秀的。小莲今天第一天上我们的节目哈、啊，嗯，作为这个代班的新人，上来就来了一把狠的，我觉得有点太狠了，是吧？今天的感受如何？今天感受就是这个节目真是来真的，我发现硬核不？非常硬核，激发了你对体育的热爱吗？嗯、有一点。有，来，那个小梁，快回来。好，那新闻发布会还有什么记者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先没有的话，我们就吃饭了啊。啊，我先尝尝水果啊。我要看一下新疆的水果到底有多甜。哇哇，甜不甜吧？你就说，酸酸甜甜，嗯嗯，很开胃。嗯，哦，大家好，哦，你好，你好，哇，烤肉，真正的烤串来了，这是专门给兄弟团准备的一米长的烤肉。新疆特色馕，馕对，嗯，加在一起吃。我们阿尔图什的薄皮包子，哇哇，阿尔图什抓饭来了，我说抓饭，哇，你这样我太好了，老板，感谢感谢。我想要一个过油肉拌面，来了过油肉，这是过油肉拌面，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我先吃了啊，不客气了，真的。今天我就不让了。嗯呐，太好吃了。嗯，你尝尝我的。好吃，好吧？嗯，真好吃。嗯，哎，每次上好吃的时候，咱们都不说话。无声对于美食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这节目每一期会有两次不吱声，一练一个不吱声，一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不吱声。哇！那今天那个老纪和姚琛获得了乌苏畅饮时刻的加餐奖励，烤羊头。啊，羊头一起吃嘛？啊，很好吃的嘛。因为今天大家转了头嘛，所以是奖励的烤羊头。那头转累了，但是明天可能腿也会很累，所以第二道加餐奖励是烤羊腿。哦，这行，明天腿会很累，肯定是骑马。为啥？因为你腿要夹它，很累的。明天加油哦，星星。好的。嗯，明天来吧，碰一下。这个盖。来。哎。你的呢，星星？不在这儿吗？这一次啊，咱们兄弟团终于来了新疆了。嗯，不仅今天挑战了古典式摔跤冠军的发源地，而且还是我们乌苏啤酒的老家。这大烤串还有这大烤馕，跟乌苏啊真是绝配。是我们的挑战，美食美酒都够硬核。喝乌苏少瓶盖，那奖励也是够硬核的啊！打开乌苏瓶盖扫一扫，有机会抽中乌苏啤酒准备的20克黄金奖励。哎，扫码成功，进入乌苏啤酒三站夺金活动页面，再通过活动页面连扫3个乌苏瓶盖，就能参与20克黄金的抽奖。而且每一个乌苏的瓶盖都能扫出红包奖励，扫的瓶盖越多，中黄金的几率就越大。来吧，为了今天的硬核大餐碰一个乌苏啤酒，就是硬核。酸奶来了，谢谢谢谢，不容易上火。今天兄弟团是不是练那个摔跤去了？对，是的。摔得疼不疼？一练一个不吱声。我之前是练拳击的。我也是个拳击手，就在新疆队。哎，他也练拳击，他也练拳击，他也练。你练了多久拳击？总共加起来差不多8年。你觉得是拳击厉害还是摔跤厉害？我自己的职业是拳击，必须是拳击厉害。来。我说一下哈啊，我是拳击也学过，柔术也学过啊啊，我觉得都厉害。你说了什么刚才？如果是我觉得啊，嗯，摔跤可能会更实战，应该摔跤厉害吗？对，实战的话摔跤好。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干杯怎么说啊？干杯，喝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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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你在运动队的时候感触最深的，跟我们分享分享。我怎么说？2013年开始就是练拳击嘛。嗯。我说实话，前3个月我跑不动，他们跑好几公里，我就是最后那个。后来跑，身体越来越快，打拳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就喜欢上了。后来就是，那我爸身体状况不太好嘛，他忙不过来，我就出来把这个两家餐厅我自己搞，我自己弄。拳击这个梦想啊，就往后放了。这心中还是有个，还是有。我孩子也是个男孩嘛，嗯，我想到他长大以后，我会让他搞这个拳击，因为我的爱好是拳击，对吧？像你现在这种条件，肯定可以给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育运动环境。对对，我也是那样想的。我觉得只要你对体育有足够的热爱，那火种在心里就会不断的燃烧。热爱可抵一切，哥，走一个吧。走一个，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种热情和对体育的热爱传递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来吧，坚不可摧，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喊响我们的口号，好，硬核乌苏冠军来战，耶！本期运动挑战项目是马术。哇，他好帅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哎，我整不来了，我求你！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微博搜索“冠军请指教”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